生肖狗，下半年，生肖狗将有八座吉星庇护，代表会受到上司提拔，有升职加薪的机会，因此可以放手去努力，期待获得好成绩。此外，有意创业的属狗人也是一个好时机，可以寻找合适的合伙人，或是聆听经验丰富的朋友建议，成功的机会很大。解神是今年最重要的星曜之一，代表属狗人可以遇到逆境化为顺境。五月四日将迎来金银好运和喜讯，梦想成真，只有展现出自己的才能，才能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。当生肖狗变得强大或实力雄厚时，财运将会全开，属狗人会抓住任何机会赚钱，财富源源涌入，日子过得越来越好。属狗人虽然命中注定要经历一些考验，大多数都是大器晚成之人，尽管经常缺乏发财机会，但他们的生活丰富而幸福。属狗人的五十岁是非常重要的时期，也是成功的起点，只要抓住这次机会，五月四日的好运和运势将会顺利。如果抓住这一次的好运，属狗人将会翻身成为人上人，接下来的四个月，属狗人的事业将顺遂，生活幸福。同时要清晰地规划自己的未来，相信成功是留给那些肯努力的人的，经过不断的奋斗，身边将会有贵人相助。狗年出生的人热情耿直，对待朋友慷慨大方，乐于助人，他们讲义气，只要朋友需要帮忙，他们一定尽力而为。因此，属狗人的人际关系非常好，能够在困难时期获得贵人和朋友的鼎力相助，他们的各个方面的运势都。生肖鼠，属鼠的人做事敏捷，从不拖延，与朋友相处忠诚可靠，深受大家的喜爱。尽管他们的前期运势不太好，做什么都不顺心，但是五月四日的吉星三合会让他们的财运和感情运势非常顺利，比以往都要好很多，运势开始好转，在社交和事业方面都有望一步登天。此后的日子一直如此，运势只高不低，注定前程无忧。2023年是他们的运势大逆转，好运势上加好运，事业发展也不错，他们有财神保佑，下面有贵人扶持，吉祥如意，万事大吉。属相鼠的人品德憨厚，为人正直爽快，他们坚定顽强，无论遇到多少艰险都不易被击败。进入2023年，生肖鼠的运势逆转，发财之路大好，事业大升。属鼠的人五月四日会有一个好机会，可能是外出培训，也可能是行业展览，总之会有机会去外地参加一些公差活动。这次机会的出现，会让他们遇到命中贵人，最终在贵人的推荐下一炮而红，令人羡慕。此外，生肖鼠的朋友，未来三个月桃花运不断，他们能够解决个人单身问题，与所爱的人步入婚姻殿堂，白头到老，永不分离。生肖鼠头脑聪明，思维活跃，善于算计，做事事半功倍。因为命中有华盖吉星庇佑，五月四日会喜遇贵人，喜逢财神。生肖鼠聚财又聚福，人生进入上上签。五月生肖鼠财运上有八方贵人相携，能够大展身手，大赚特赚，财库丰厚。五月四日运势攀升，财路大开，如果抓住机会，一路大发横财，可促使福禄双收。另外，对于个别生肖鼠之人而言，未来四个月因为机遇到来，赚钱会比平常要多，同时也需要注意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要学着承担更多责任。生肖龙，属鱼龙的人在业余时间经常精进业务，
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，并不断学习新知识，更新知识结构，拓展知识视野。五月，天空正在向属龙的人展示美好的前景，帮助他们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。终于，属龙之人可以重拾信心，并努力发财了。他们的担当和责任感越来越多，未来将获得大量好运。生肖龙对许多事情都非常有拼劲，无论是在追求恋爱目标还是在工作上，他们都是那种有拼劲的人。慷慨激昂的他们仿佛有没有用尽的动能，此外他们更想去追求自己喜爱的事情，为所爱的人努力。属龙的人实际上有能力做自己想要的事情，只是过去他们太懈怠了，一直没有振作精神，许多事情都不愿去做。2022年5月4日，生肖龙的运势风生水起，好事连连。凭藉自己的才能和人脉，他们在所从事的事业中发挥关键作用。此外，他们精神抖擞，无论何时都不会放弃，心智健全。五月四日，他们一直受到好运和吉星的庇佑，一直避开霉运。在这期间，每一天都是顺利的，自己的财富也不断增长，喜事不断发生，惊喜不断。属龙的人令气十足，头脑敏捷，人缘极佳，还很幽默，能够引起身边人的注意。五月四日，生肖龙的财运大旺，他们能够赚到大把的钱财，买大房子和高档轿车，令人敬佩。2023年起，他们做事条理分明，思路清晰，在赚钱的路上容易大赚一笔，财运福运挡都挡不住。生肖虎，属虎的人拥有强烈的责任感，能够积极主动与周围的朋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，这种人际交往对于未来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功效。此外，他们精力充沛，办事尽职尽责，对于整体目标有明确的观念，无论何时都不容易放弃自己。他们平时善于结交朋友，五月四日将会出现各式各样出乎意料的惊喜，做什么事情都是有非常好的发展趋势，必定能够成为大富大贵之人。属虎的人温文儒雅，聪明能干，做事不畏挫折，对领导交付的任务能够认真完成，同时积极进取的行为会获得稳定的发展，未来在事业上能够大展拳脚。在五月四日，有吉星照耀，事业招财进宝，等待时机来临，家中财运大开，诸事顺畅，定能受人爱慕，财运时时通，事业运大旺，桃花运旺盛，赚钱机会多，横财不断进门。属虎人在今后财源滚滚，事业蒸蒸日上，爱情甜如蜜，单身属虎人有望寻得真爱，越来越幸福。生肖虎的人组织协调能力十分强，在工作中能够充分发挥与众不同的能力，是团队的精神支柱。2023年5月开始，他们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功，获得领导的赞扬，更为重要的是，他们的偏财运也是不断转好，之前的投资都可以获得回报，有很大的几率能够获得新一轮的项目投资。生肖虎的人对工作一直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，对家庭也毫不逊色，注定家庭幸福，事业大吉。